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妈，可以开始了好吗？两个人 rap 还行，妈开始 battle 了嘛？我现在 battle 一下，对不对 ？Skrrr，Skrrr。Yeah, but Punk is all those stones legit in the bedroom. That's what he wants the most. He is a player who plays well when he's confident, and it's because when he's confident, he's also relaxed. 毛哥输给了影龙啊，成为了史上最大耻辱之一，顶上耻辱柱的男人，输给了影龙。哎，你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么惨。Like the mask, then Karen could have been like Cameron Diaz, right? You know, the blonde. I hear you. That's a good show. Yeah.就我觉得 Smug 是突然换了一个骚粉色，但这个是粉色吗？这个应该好像粉色还差一点。粉色王者顶上对决，这两个人果然有关系不一般啊！打街霸的就没有几个关系正常。好了，那来看回这一场将是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之前说的 Smug 惨遭败走。哎，这缺反都不做。看来这个两个人有些什么关系啊？那个战中拳或者一个下中脚，一个天胡上去嘛，就打开打了呀。好的，这个插盒命中，然后往前走。庞克的节奏会非常的紧凑啊，他进攻节奏一如既往的紧凑。完了，现在怎么一直在挨打？哎，想偷鸡，庞克早就看穿了你的想法，一个后后躲开了。哇，这边还偷到针了 ，nice midi 啊，这么 counter pressure。往前走，头没有中，这里开 VT 了，下动拳对空啊哈哈啊！这个想用这摸奖冲出去，结果发现对手跳了。胖哥早就已经看穿了对手的意图。巴布，这里升龙打空以后，下中脚直接顶回去 ，VS 往前一压，下动拳确认一下没中。跳入成功，这里是跳了一个正向，胖哥这边没有看清楚。越拉完以后，指定头，哎，就跟他胖哥拼了嘛，对不啦？指定头拼了呀，跟他拼了。话比较多，看到胖哥就是一个指定头上，一直打到他跳为止。胖哥就不喜欢跳的，胖哥但是会后，哎，也蛮麻烦，有点糟糕。中脚拼到相杀。现在就是一波的事情了。哦呦，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胖克出现了确认失误，下中了直接一个滑步追过去了。按道理要打中他才会出这个东西。哎，血亏！刚才这个点上本来是有机会可以留一个斩杀线带 CA 的，这里每一次晃都被 Smug 清圈抢出来了。Smug 防守上面选择的是直接点轻攻击。And that's rare, because you know Smug is usually the one that wants to look at you, but he doesn't want to. He doesn't want to give. 现在怎么办？ Satisfaction. 我现在看一下胖哥会在进攻上面怎么来做调整，这比较有趣。你看 Smug 防守的时候直接就点起来了，又根本不给你晃，你也别在我面前晃。我的轻攻这还挺长的，下中鸟命中插盒，然后这里换边，可以非常聪明的一个头。现在 Smug 手上能量全满，要不要来一波？哇，往前走的时候中了这一发，接着往前压以后跟上一发头，不前压，选择的是往后拉开抖两下。哎呀 ，Smug 被这不经意间的抖了两下，抖得有点心烦。这脚强行过来以后，哎呦，想用 VS 取消强压，不存在的。胖哥告诉你，这一招是败招。胖哥告诉你，这是败招，你可以这么玩吗？可以这么出吗？你再出一个试试看。知道老子是谁吗？就你这种东西在我面前根本就不管用的。就妈彻底爆炸，想用这种无解的套路去压一下别人，结果发现对手是有解的，对手直接用 CA 一波就过了。胖哥真的巅峰，我就说了你们。Smug 要赢 Punk 太难了，人家早就对一切战术心知肚明，知道该怎么打你。下中脚命中，一波过去，往后拉一下，然后再一发头 ，Smug 忍不住拆头了。下中脚上天一个铁山，靠过去，中拳又打中，再一个天胡。
要死了哟，胖哥，这边斯马克要崩盘了，直接把这里拉开，不跟你玩了，然后直跳一下躲开就结束了。斯马克这边选择的是前程打一波进攻，走脸这个打 call 结束了，这彻底崩盘，就没得打哦。Yeah, Smug is trying to get out of the corner. We saw him do that a lot earlier on stream. He would just jump out and try to get the splash, but 谋了谋了谋得打 Smug is doing the V reversal because it then pushes him almost back into the other corner. 下中掉一点中 And so really no opportunity for Smug. Smug 很迷茫，偷门又不好偷，对手一直在蹲，直接打过去好像又不太合适，中距离拼力回拼插合又拼不过 Punk 这个人。对面的确认回报比自己出圈的回报大太多。好了，这里有个小机会，跳逆向又没中。关键是谁跟 Punk 打，你中距离拼这种下段回报都打不过 Punk。Punk 的中段这个下段回报太大了，有时候甚至半拐血都是打得出来。你怎么遭得住吗？哎，连招失误了。Punk 这边交 VR， 然后铁山靠过去抹一点血，哎。Smug 这里用一个指令头来做取消，直接破了对手的 VR。哇呀，可以可以，马上给他一个表情，小老弟，小老弟，听说你喜欢用 VR， 小老弟。Power to the S。这手可以啊，用那个指定头直接取消，都是预毒系的，都是预毒来针对的。这 VR 血浇一炮，重拳命中一波，我觉得要炸了，要炸了，要炸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Smug 这里还留一下自己的 VT， 哎呦。哎，好了好了，交 VR， 轻脚点头，投完以后再往前啊，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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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还打你妈的，直接就带走了，要带走了，哎，没有，导播不专业，导播画面都切了，原来看了一个 Punk 已经在那边祈祷了，斯巴克应该也放弃了吧，直接下段，然后开一个 V 就走过去投一下，有机会吧啦，我觉得机会渺茫。直接跳过了，再见。我解封了呀，现在他们上班了呀，到了中午了呀，我是被封了呀，不然我会这么晚开播不了，闭着眼睛都知道。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恭喜你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那你只能是喜欢我了，对不对？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